秋天温暖的气候和分明的温差都为秋茶作物的生长发育提供了优厚的先天条件，而红彤彤的西红柿就对此尤为挑剔。今天书就要教会爸爸妈妈们如何为熊孩子找到自然纯粹的西红柿。西红柿关键就是在于它怎么变红的方式，其实特别重要。就我刚才讲了，像这样的一个果，它需要两个多月到三个月才能红，他们有人会抹红它。明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等着它自然的红，就看到这目前的这个温度啊、光照啊，就希望它一直这么阳光灿烂。光照时间、平均温度，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小差错，西红柿就难以自然成熟变红。而这也正是催红素乙烯利粉末登场的时候。怎么去鉴别说这个西红柿是自然生长的，还是说打了那种催红素的呢？你要区分的话，第一个是看时间，就是你在冬天买到的西红柿，其实大多数都是催红了的西红柿。掰开以后，自然熟的西红柿它会有很明显的沙瓤。嗯，还有一个第三个就是自然熟的西红柿，它是由里向外红的，它其实外边是青的，里边也掰开你会发现里边大多数已经红了。同样的红，它也有差别。你去看那个自然红的西红柿，农场出的西红柿，它红的都是特别的，就是漂亮。大规模产量时使用催红素催红的西红柿，在短时间内迅速变红，没有正常的积累成熟过程，口感味道均会有一点点瑕疵。可以告诉消费者去买菜的时候，如果郊区有很多这样的农场啊，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的地方都有，那么这些农场它按照节气有机种植的蔬菜，它的品质会比你大棚常规种植的要好很多。明白，这就是给我们小朋友的家长们也提供了一个选择，提供一个建议，对吧？和熊叔一起探寻食物的秘密，喂饱熊孩子的胃。微博关注熊叔厨房。